原标题：太平天国杨秀清死后，唯一后代辗转美国，已延续六代。1856年，在洪秀全的指使下，北王韦昌辉半夜发动突袭，把东王杨秀清及其府上的20000余人全部杀害了。杨家人凡是露过脸在天津的，都没能躲过这场血光之灾，唯独一个刚刚出生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逃过了一劫。据考证，这个幼儿便是杨秀清和女状元傅善祥所生的儿子，也是杨秀清仅存于世的嫡系后代。杨秀清有两个亲妹妹，其中小妹叫做杨水娇，是太平天国中官职仅次于军师杨秀清之下的女丞相。据了解，杨水娇并不是仗着杨秀清是兄长而高官显赫，相反，他的的确确练过武功，上马就能带兵，是经常出入战场女将。当韦昌辉星夜围攻东王府时，傅善祥拼死把婴儿托付给他，在杨水娇的护送下才得以杀出重围，逃到了杭州街头。在杭州有一个说书的艺人名叫王春桥，他曾经多次进东王杨秀清府上讲书，听说的也都是《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的，心中自然有一股侠义之气。傅善祥是太平天国唯一的女状元，精通文史，于是他们俩人成了学识上的朋友。杨家蒙难，王春桥出手相救，也是情理之中。不过，为了让杨秀清的后代远离是非，王春桥故意使了一个障眼法。1856年的深秋，在杭州街头一家药铺门口清晨开门时，正巧发现一个竹篮中装着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弃婴，竹篮之中还留下了这个婴儿的生辰八字、名字杨秉昭，以及一些首饰信物，其中昭就有为杨家昭雪的含义。收养这个弃婴的人姓涂，虽然还没有子嗣，但也年轻，才19岁而已，结婚才几年而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次收养并不简单，因为涂某并不是为了捡个儿子以防没有后代，反倒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展开全文对的这次收养就是提前安排好的。涂某捡了这个婴儿后，便将他改名为涂秉昭。不久之后，涂家和王春桥两家成了至交，关系非常融洽。之前的杨水娇也曾多次带兵重回杭州，但是却没有接回涂秉昭，甚至都没有刻意见过面。这种安排虽然不近人情，却是当时最好的安排，因为太平天国经历天津事变后元气大伤，已经摇摇欲坠了，不让杨秉昭露脸就是最好的保护。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太平天国戛然而止，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唯独杨秉昭化名涂秉昭之后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杨水娇隐姓埋名之后改称于氏，并且嫁给了王春桥，在她生下第二胎女孩时就曾对已经17岁的涂秉昭说，要指腹为婚，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等到王春桥的女儿17岁时，涂秉昭已经34岁了，而且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卖柴郎。但于是和王春桥却毫不犹豫的把女儿嫁给了涂秉昭，就这样为杨氏续了后。往事越千年，涂杨秉昭只活了49岁，但他的后代们却在后来的战乱中逐渐的流落到了美国。大概在1998年左右，有人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后裔寻找宗族亲人启事，并且署名为杨秀清曾孙涂天恩、杨颖、涂丽美等8人。后人这才知道，原来东王杨秀清还酒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